希望能够号召这么多的动物伙伴来到现场，就是以行动来支持乡里我们的濒危动物毛友们。2019年的儿童节将会是你们毕生难忘的儿童节，我们共同来保护野生动物，共同来解救这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。有很多的动作可能我们今天不经意可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大家我们今天每一件做的事情，它其实都有一些延续的效果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其实小朋友他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宠物不弃养。我喜欢来养一个动物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爱护它。很高兴哈，今天在儿童节哈，4月4号，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——濒危动物同学会。因为环境的改变、人为行动的影响、气候的变迁，有非常多特别的这种台湾土生土长的动物在消失。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次的同学会里面，可以更积极的来认识这些濒危动物的友善他们的方法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实践。观光局呢特别选了这个，在103年选了这个欧熊欧贝尔，其实是黑熊，作为这个台湾观光的代言人，希望透过他来做一个永续旅游的这一个主轴啊。其实乐福集团在有关于保育动物这个部分上面，真的非常的用心也用力啊。也祝福濒危动物同学会每年持续继续办下去。最近一个比较受到注目的濒危动物就是台湾石虎，可是我们希望将来就不再是濒危动物了。借由我们大家的努力，我们希望若干年之后，这个就不是濒危动物的同学会了。新竹县政府哈、特别配合观光局的活动，下个月5月啊、你只要来新竹住一晚的前一千名，我们就跟六福村这里合作，送1000张的六福村的门票，而且随行还有折扣优惠，也是要声谢谢我们六福村一起来努力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广为宣传，关心六福村，能够让我们小朋友增进很多的知识啊、增广见闻的地方特别多。在这边也祝福大家啊，这边一日的旅游愉快。网红最红的小学生妞妞，妞妞今天扮演的是什么动物？可以跟大家说吗？水獭。保育动物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来想，然后一起有这个愿望。庄福文教基金会，他一直很关心国际的濒危动物的活动，然后譬如说犀牛就富裕的非常好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。跟我们一起保育这个世界上的动物，然后让这世界上的动物都可以永远不要消失。